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地狱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地狱中尊。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324页啊，第一行，从当中看起啊，又会书云，菩萨有二重智，能为一切修行本。我们前面呢学到这个地方，一切修行本，这个一切呢是指84000法门、无量法门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无量的法门，修行的根本，不外乎这两种智慧啊。也就是说，修行修什么，就是修这两种智慧。修这两种智慧的方法很多，84000种方法，无量法门也是方法。所以《大乘经》上佛告诉我们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既然平等的，没有高下了，那还有什么差别？能不能成功，关系在你会不会。宗门大德常常看验学生，问你会吗？会了啊，门门都开智慧。这两种是智慧呀，戒定慧呀。应界得定，应定开会。开什么会啊？这个地方所说的如理智，如量智啊。经典里面也有很多地方说的根本智，后得智。开启这个智慧，根本智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是根本智。那后得智呢？是根本智的起作用，教化众生。
啊，根本智是自受用，厚德智是他受用。啊，与一切众生相处，圆满教化的作用，完全在厚德智。啊，厚德智也叫差别智。根本智、厚德智都是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，无知是根本智，它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啊，般若无知无所不知，无所不知是差别智，是起作用。那我们讲开悟了，开悟是根本智啊，开悟之后确实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，那是差别智。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教，你没有学过，你一看就明了，一听就清楚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根本智。有人来向你请教，你讲给他听，啊，向你请教的人根性不一定，不是一定的，什么样根性都有。啊，你这一部经啊，什么样根性的人都能够得利益啊，这是因为你的善巧方便啊，所以法没有定法，说没有一定的说法，佛法如是，世间法亦如是啊。譬如你们在《论语》里面看到孔子讲孝，孔子讲仁，弟子们向孔子请教啊，什么是孝，什么是仁，孔子答复的不是一定的，对甲的答复跟乙不一样，对丙的答复跟乙又不一样，啊，每一个答复都是正确的，适合问的人的根性，让问的人的时候啊有所体悟，啊，他能够落实在生活当中，何学何用，这是厚德智啊，啊，这是无所不知啊。啊，根本智在佛法里面有很多这个例子。啊，弟子们向老师请教，老师有的时候不答，学生开悟了，这个里头让人看到高深莫测了。个人根性不相同啊，有人说听懂的，有人在静默当中豁然悟了。那不答就是答，啊，师父
功夫到家，观察这个人的根性，在将物为物到门口了，这个时候帮助他一把，他离开进门。方法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因处而异，没有点法了啊！但是它的基础决定是禅定啊，也就是本经上所说的清净平等，没有这个条件不能开悟啊。老师即使是佛也没有办法帮助你开悟啊。定是你自己修的啊。什么叫定？心里面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那叫定啊。佛法里面常说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定。要有这个条件才能开悟，没有这个条件，什么方法你也不能开悟。啊，所以上上乘法，一乘法，啊，上上乘就是一乘，一乘是一乘是佛法，成佛的方法。你不具备这个条件，不行啊。佛不说，说了没用啊。所以佛法有一乘，有大乘，有小乘。啊，向上一住全是一乘法。每一法都如是平等。那净土念佛这一法也如是。啊，这一句佛号念到理业心不乱，就入这个境界。啊，四意心不乱，阿罗汉的境界；离意心，化身菩萨境界。啊，我们看这引用会疏里头所说的，啊，这个解释何者为二？是哪两种？一为如理智啊，如如之理，这就是自性啊，本性。前面讲了法性，真如讲了很多名词，都是一桩事情啊。自性里面本来居住的般若智慧，无量无边的这个智慧，每个人通通有啊。华严经说的是真话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啊，跟如来、释迦如来、阿弥陀如来、毗卢遮那如来，跟一切诸佛没有两样。他们是圆满的智慧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跟佛一样圆满的智慧。
那为什么智慧不能现前？佛说了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那我们问题出在哪里？出在于妄想，妄想就是起心动念。那六根对六尘境界，自自然然会起心动念，这什么缘故？习气。那起心动念就造业，就错了。所以不起心不动念啊，这是什么境界？无明烦恼没有了，他不起心不动念了。由无明烦恼决定会起心动念，六道里头啊，找一个不起心不动念找不到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虽有跟如来一样的智慧，一样的德能，一样的相好，但是全不起作用啊。那我们要知道，什么人起作用？极乐世界的人起作用。记住，极乐世界的人，人是什么呢？往生同居土的。极乐世界没有六道，只有两道，人道、天道。所以他们的凡圣同居土就是两道。啊，没有修罗，没有恶鬼、地狱出生，极乐世界没有。啊，极乐世界也有鸟，啊，那这些鸟都会讲经，都会说法，是阿弥陀佛化身变现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他没有出生。除此之外，设方诸佛刹土里面，六道大概跟我们差不多。都是迷失了自信的。啊，佛菩萨在这里的教化，帮助大家破迷开悟。啊，佛教什么呢？千经万论，不只是世尊，一切诸佛教化众生都是教你看破放下。啊，总的来说就这四个字。啊，看破，了解事实真相。怎么了解的？放下就了解了。所以放下重要啊，不能不放下了。啊，学法门，为什么许许多多的人，包括我们自己，学的功夫不得了？什么原因？不会学，不听话，古圣先贤教导我们，诸佛菩萨教导我们，
甚至于当前真正的善友善知识也是这样教导我们。怎么教？一门深入，常识学习，我们也听得耳熟，也会说。实际上怎么样呢？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依教奉行，我们还是学，同时学很多很多门课，学很多经论。这是什么？贪心呢？想多学一点呢？学到没有呢？学到了。学到什么？知识。增长了妄念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法，19岁放下烦恼障，出家了；30岁放下所知障，所知障是什么？他出家之后，就是19岁之后，到30岁，12年当中参学，印度所有的宗教、所有的学派，他通通学了。这表演呢，像我们一样，啊，广学多闻，啊，学了许多知识，啊，怎么样呢？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。不能明心见性，还是烦恼一大堆。这个12年是做给我们看，让我们学悟。啊，他觉悟了，这方法不行，放弃掉。啊，放弃掉走什么路呢？走戒定慧，那戒是他的生活，现在重要是修定，到毗婆罗树下去入定。啊，在入定当中看悟了，啊，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，啊，悟了之后，没有人提起，他就会入般涅槃了。凡夫不知道啊。近居天人知道，近居天是四禅，无不还天。这个里面的天人看到了，释迦牟尼佛实现成佛，啊，他们结伴从四禅天下来，变化成人。向佛请法，请佛住世，请转法轮，那释迦佛接受了，啊，这才到鹿野园去度五比丘。这个5个人都是他的亲属。他出家的时候，他的父王派这5个人来照顾他，陪他作伴。他一看缘成熟了，把这5个人召集起来，为他们讲苦集灭道，讲四地法，乔成儒
证得四果阿罗汉。那其余的人初果二果不定，啊，证阿罗汉就一个小证。这个世界上三宝具足，啊，毗婆罗树，以后我们称它做菩提树。他在这个树下开悟的，啊，所以开悟要疑，念这个念头都没有了。就回归自性了。那回归自性就是大彻大悟，这两种智慧都显现了。啊，你看，根本智自受用，厚德智教学他受用。那如理智，这根本智，这就是定，自心本定。定是自心的体，离体。啊，本具无量智慧，这个不是学的。啊，自性本具的无量智慧，你见性，这个智慧就显现了。啊，那么佛看到哪些众生有缘？啊，佛不度无缘之人，这些得度的过去生中跟佛都有缘，有跟佛弟子们有缘。啊，这个人老师度不了他，学生可以读的，为什么？他跟他有缘。世尊在世，这个例子很多，跟舍利弗有缘的派他去读，跟阿难有缘的派阿难去读。啊，佛自己去度他的时候，他看到佛来了，躲在一边走了。啊，不好意思跟佛见面。这个告诉我们，佛不度无缘众生。我们现在跟众生结法缘，法缘结得越多，将来你度的人越多。每一尊佛度众生的人数不相同，有人度很多，有人度不多。那于行菩萨道的这个时候，啊，跟众生结缘，不也多寡不相同啊？啊，所以发的心量要大，要发普度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。这心量大，发这个愿，天天要发，常常要发，不断的发，重复再重复，那就是读书千遍的意思，就变成真的了。啊，变数少了，就忘掉了。发过没有？想半天才想到，发过这个人。
啊，那佛给我们点早晚课，就是叫我们早晨提醒。啊，晚上检点反省，早晚课这个意思啊。早晨提醒，这一天要整改，晚课的时候反省做了多少，哪些没做到，这个早晚课才真有受用啊。啊，如果不懂得提醒反省，那早晚课功用不大。那没有办法帮助你断烦恼证菩提。啊，这就是张家大师他说的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。啊，表面这个衣柜整齐庄严肃穆，这是接引众生用的，舞台上表演用的，让观众欢喜，让观众感动，这个意思。啊，自己提升自己，一定是要提醒、反省，要用这功夫。啊，宗教里头，伊斯兰教用这个方法用的最熟。啊，他们的祈祷，一天五次，时间一到，无论做什么工作，统统要放下，去祈祷。他祈祷的时间大概几分钟，祈祷完了之后，你再做你的工作。这就是提醒。啊，所以我在新加坡看到伊斯兰的一天五次祈祷，我就想到我们念佛，我们用十年，一天九次，比他更密切。啊，九次，早晨起来，晚上睡觉去。我们这个十念法就是十句佛号，太简单了。十句佛号，啊，时间两三分钟就说完了。不妨碍工作。啊，三餐饭的时候做三次。啊，这就五次了。早晚加上三餐饭，三餐饭我们不念供养咒，我们就合掌念阿弥陀佛，念十声。啊，这十念佛。再去早晨上班下班，晚上上班下班，一共九次。啊，就是说，无论你干什么，干之前要做祈祷。做完之后也祈祷，啊，我们就是十念，啊，工作之前念十句佛号，啊，工作干完了念十句佛号就收工，啊，一天九次，一次不缺，你要这样行。一生下来必定往生，他养成习惯了。
法门不再度我。海贤老和尚告诉我们了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心不专。专就是专一，真正专一没有不成就的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众生，六道众生，好奇看这个法门想学，那个法门也想学，啊，学了一大堆，到最后一样不成就，这就是什么？不会。啊，皈依专，我们老祖宗在远古时代就知道。啊，你看，把这句话编在同盟教材里头，《三字经》，教之道皈依专。古时候学东西，没有同时学两样的。只准学一样。啊，那么主要的功课就一门，也有几种副课啊，附带的。古时候这个附带的学生除了读一部书之外，写字，这附带啊，就是书法啊，各种不同的字体由老师教导啊，乐器可以附带学啊，所以讲琴棋书画了，绘画，这个可以副课啊，主课绝对是一门，就是学《论语》的，要把《论语》念上一千遍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千遍，意思不是说一千。是说读啊，读到什么程度？读到开悟，悟后才可以看别的东西，真正开悟。开悟了的时候，看后看其他东西，圆满你自己的差别值，就是如量之。你将来教学用啊，那是已经开悟啊，如理之时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见性之后广学多闻啊。我们看到印度的龙树菩萨，这个人非常有名啊，大乘佛法全通，中国大乘八个宗派都认定他是祖师，所以他是八个宗的祖师
啊，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，它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600年出生在印度，啊，大彻大悟之后学释迦牟尼佛49年经教3个月就学完了。我们能相信吗？能，有例子。那我们看六祖坛经，慧能大师住在曹溪，法达禅师来参访，当然跟老师见面的要礼拜啊，佛门的礼拜。是300，顶礼300。啊，他拜300，头都没有着地。啊，起来的时候，六祖就问他：“你300头都没着地，你心里头一定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”这是傲慢的，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他就说了：“读《法华经》3000遍，《法华经》的分量很大，虽然只有7卷，每一卷都很长。啊，一天大概只能念一部，其实一部。”3000多遍的时候，差不多10年了。10年，专门在一部经上，应该开悟，他没开悟。啊，六祖就问他，《法华经》讲什么？六祖没有接触过。他答不出来，他向六祖请教，六祖说：“你念给我听听，《法华经》28品，他念到2品，方便品。”六祖说：“行了，不要念了，我全知道了。”讲给他听，他开悟了，开悟再拜，头着地了。那我们从这个记载就明了，真正开悟的人学东西很快，他一看就懂了，一听就懂了。人家个学法华经学了10年的没懂啊，他你看还没念完，就念一点点呢，念到第二品的时候就行了，后头就不必念了啊，全懂了，这才晓得《易经》通啊，一切经通啊，全通了。那么这一部《大藏经》，每一本只看个2-3章就懂了，那3个月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啊，真能通得了啊。这是东方的学习理论与方法，西方人没有。那西方人的确从小就广学多闻，那在幼稚园就学不少东西，真叫多才多艺。那长大之后一样都不通，就不精通，那就错了。
东方人主张就是一门，一门通了，门门都通啊，就是如量智啊。所以要好好记住啊，贵以专啊，海鲜是佛门大德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心不专。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，交之道贵以专啊，专就能成功，杂就不能成功，就乱了。特别是年岁大的人啊，一般指什么？40以上李老师在台中开班教学，学生年岁大的有一位60岁啊，参加进修班学讲经，老师的方法就一步进，一个人只能学一步，这一步学会了可以学第二步，全都是小步进，从阿含，从大基金这些典籍里头选来的啊，都不很长，学习的时间学了要上台去讲的啊，3次到5次最多的啊，5次是最多的，一个星期讲一次，5次就是5个星期，1个多月。啊，你上台去讲，老师在下面听。啊，上台之前，先要在课堂里头，小教室里头上课。讲给同学听啊，老师也在做，讲给大家听啊，讲完之后接受同学的批评啊，第二次正式登台讲给大众听啊，老师坐在最后一排，那个时候讲经没有扩音器，最后一排老师要听得见才行，如果听不见声音太小了不可以啊。这个讲完之后再检讨再学习改正，这一堂课那这堂课就圆满了。方法是很笨拙，非常有效果。啊，你在那里学3个月，肯定能够学一部经，还讲得不错。啊，所以同学们学得很开心，有成就感。啊，佛学院里面学了3年毕业，一部经不会讲。那么在台中如果学3年，至少能讲6部经。啊，我在台中初学的时候，
啊，我有两个能力比较强的，第一个是记忆，第二个是理解力，所以学经教都用上了。我跟老师没出家之前，15个月，那我学会了13部经。13部经都还讲得不错，可以在佛学院教书。佛学院一个学期只能教1部。教1年才教2部。我教了3年佛学院，才用了6部，还有7部还没派上用场。所以我对于佛学院就很伤心。以后不教佛学院了，浪费时间。所以我住在新加坡的时候，做了一个实验。李默元居士支持我办一个弘法人才培训班，一期3个月，学1部经。一共办了6期，我是第4期结束之后，我就移民到澳洲去了。所以前面4期我听了，第5、第6我没参加了。依照这个方法。没有别的，都是个转，特别注重转。我们看这里面的注解：如理智，能照诸法本性，就开悟了，明心见性了。所以不疑不疑。怎么不疑呢？84000法门不疑。什么叫不疑呢？通通开悟。无论哪个法门都开悟，开悟是一样的。开悟证得什么呢？不生不灭，这就自性。跟慧能大师一样。何其自性，不生不灭。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本自就是性德，自性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有圆满的智慧，有究竟的德能，有殊胜的相好。用这3样东西概括一切。所以这个叫做通诸法性，就是明心见性。佛大乘这个名词叫如理，理就是性，是体。见到一切万法的本体了。第二种呢，叫如量智，量是度量。衡量能照众生殊相，殊是不同，众生千差万别。众生相也是无量无边。这里头有迷有悟有烦有生。皈依，个个不相同。如量智呢，就是通达众生相，遍法界虚空界，
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你能通达众生相，你就能度一切众生。啊，成就自己，实力是无为。啊，你有普度众生的智慧，你有普度众生的方法。啊，你跟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感应道交。啊，众生有感，你自然就有应，跟诸佛如来法身菩萨没有两样啊。华严经上41位法身大士，这两种智现前就是法身大士。啊，故通诸法性是根本之，大众生相呢是差别之。啊，根本之自受用，差别之他受用，教化众生。这一段通达心相，实际上就是大彻大悟。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，供佛度僧的，这是法身大士的日常生活。啊，请看经文，供养诸佛，开导群生，就8个字。请看念老的注解，供养诸佛，供养有耳，两种供养，一种是财供养，一种是法供养。啊，财供养里面有供养香、花、饮食等财物。啊，这是财供养啊。第二种呢，法供养，如说修行，利益众生。佛是无上的佛天，供养佛得大福报啊！前面我们读过三种福田，啊，到极乐世界是最究竟圆满的福慧双修，圆太殊胜了。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经上说得很好，借作二位月智菩萨。二位月智是证得三不退的菩萨，太殊胜了。
太难得了。阿惟越致什么样身份呢？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菩萨。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没有办法明心见性，生到极乐世界就明心见性，把我们大幅度的提升了。这什么原因？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真加上了。所以在极乐世界，虽然是在凡圣同居土，智慧、神通、道力跟化身菩萨完全平等，跟41位化身大士平等。这极乐世界殊胜，我们知道阿弥陀佛化无量无边身，在变法界虚空界做什么？戒淫往生的人，每一天每一个时辰，往生极乐世界人不计其数，太多了。每一个人，阿弥陀佛都要去戒淫。如果不戒淫，他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。一定要佛戒淫。佛的愿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他发愿戒淫念佛人，所以念佛人一定会跟佛见面。那往生极乐世界这些人呢，也能像阿弥陀佛一样化无量无边身，干什么？到十方世界去供佛，去闻法。供佛是修福，闻法是修慧，福慧双修。那么在极乐世界一天所修的，在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都达不到，都不如人家一天修行。这个事情要搞清楚啊。为什么？搞清楚我们才真正下定决心，我要到极乐世界去。到极乐世界成就太快了，那个快速我们无法形容啊。证明海贤老和尚一句话，他常常劝人，是他老人家的口头禅：好好念佛，成佛是大事，其他啥都是假的。这才是合作者。你真正下定决心，心愿持名，我决定往生到极乐世界去，做阿惟越致菩萨，等于成佛。做了没多久，真成佛了。这不是假的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有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变法界、虚空界哪儿都能去，没有障碍了，没有人能限制了，跟世间完全不一样。
真的得大自在。啊，供佛闻法，还附带度众生。啊，因为变法界、虚空界都有跟自己有缘的众生。啊，有缘才能得度，没有缘度不了。啊，所以会度我们与我们有缘的众生，统统可以得度。这个法门殊胜到极处，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。不能改变，不能拐弯。海贤92年一句佛号，没有拐弯，没有改变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功德圆满。我们为什么不敢？听到这个稀奇，那个稀奇，他老人家也说了。啊，不要喜欢稀奇，喜欢稀奇就是障碍。让我们分心，让我们不专，把我们自己修行功夫完全破坏了。啊，别人修那个法门赞叹好，哪个法门都好。啊，只要你适合你的根性，你要一门深入都能成就。你不必修我的，我也不必修你的。啊，修成功了都一样。毫无差别。啊，那么遇到净宗法门，真的完全统一了。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把你修学的功德回向往生，个个都能得到弥陀的接引。净宗法门真广大了。啊，三辈往生里都说了，一共4段经文，前面3段上中下三辈，后面修学不同的法门，他把他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也能得生。阿弥陀佛不拒绝。啊，那么有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是得清净心。啊，心里头妄念少了，杂念没有了，心清净了。清净心生清净土，有这个条件就能往生，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啊，修其他宗教法门都行，只要修到清净心就能往生。啊，这个门真广大，一点都不假了。那么下面也有说3种供养。啊，第一种利益供养。奉香花饮食等与前面的财供养相同。第二呢，敬供养，赞叹恭敬。
啊，第三呢，行供养，行是与前面所说的法供养相同，就是如是修行。啊，受持修行妙法。啊，我们净宗修行的妙法就是一句佛号，真心真愿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全传给你了，一丝毫保留都没有。你看这么简单，这么容易啊，不难懂啊。能不能成功呢？看你坚持。你要坚持专一，很容易成功。你要是修得很杂，修得很多，那就不一定了。啊，可能修一生都不能完成。啊，专一重要啊。下面引真解。日本祖师大德所说的，能有无量佛土，心供养云，故曰供养诸佛。啊，真的，极乐世界往生的人都有这个本事。能有无量佛土，啊，供养诸佛，听经闻法，教化众生，啊，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你说是多幸运，能遇到这个法门。啊，最难得的是遇到无量寿经真正的善本。啊，下莲居所汇集的。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记录，这都是我们比上一代的人幸运太多了。他们没有遇到啊，他们如果遇到，对往生的品位会大幅度的提升，坚定信愿，啊，专持一句佛号，决定不夹杂，无量寿经的善本，跟念老的记住。能帮助我们达到这个境界。后面这一句，开导群生，如《维摩经》上所说：“虽知诸佛国及众生空，而常修净土，教化众生，是名。”开导众群生啊，这就是看破，真的看破了，真的放下了。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
但是看到许许多多众生在六道里头的轮回，苦不堪言的。虽然是梦啊，我们也不愿意见到这个梦。梦中还有这么多苦难的人，要不要去帮助他？应该去帮助他。没有能力，那就不必说了。有这个能力，有智慧，有方法，就应该去帮助他。我们今天帮助自己，也帮助别人。啊，接受大乘经教啊，接受黄念老脊柱的帮助，让我们对于净宗有深刻的理解，对极乐世界有深度的认识啊，这还能不去吗？不能不去啊。啊，闲工注释112年很辛苦啊，为谁？为我。为我的信心、愿心还不足啊！他这112年的修行表法，让我真心真愿往生，没有丝毫疑惑了。那我这一生决定的生，啊，甚至于这是真有，不是假的，临命终的时候，还没断气之前几天，闻到这个佛法，他善根福德因缘具足，他就真信真愿往生，念个2天3天他真往生。那何况我们现前身体健康状况都还不错，这个时候遇到怎么可能不往生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前些年我们看到山西小院40多个得癌症的末期，医院放弃治疗，这些人是佛教徒。有念佛的，有念观音菩萨的，有念地藏菩萨的，念了2-3个月病真的好了。啊，那就是他们还有寿命。一心转念了，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。可以把我们身上带病毒的细胞统统恢复正常。啊，就像海鲜和尚，他18岁腿上撞了毒疮，
苦不堪言的。啊，母亲给他找医生找药都没用处，最后他自己明白了，这个是业障病啊。不是普通的病，那怎么办？啊，听说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，寻声救苦，他就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，念观音名号念了一个多月，转就好了。于是深深相信菩萨的话是真的，不是骗人的。你有急难的时候求他，他真帮助你。啊，这个道理现在量子力学家也证明了。啊，用意念来恢复自己身体的健康。问题是你要真相信就起作用，如果带着怀疑就不起作用。啊，一是包括在三毒烦恼之中啊。三毒是贪嗔痴，啊，贪欲的核心是什么？贪欲由它而起的，情执，啊，嗔恚的核心是什么？嗔恚从哪起来？傲慢、愚痴从哪里起来的？怀疑。怀疑的人没智慧，啊，所以见思烦恼，思烦恼面里面五个就是贪嗔痴慢疑，五毒啊！啊，我们要想自己身体健康，不贪，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贪，不嗔，啊，不愚痴，不傲慢，不怀疑。啊，一心一意专心阿弥陀佛，完全投靠阿弥陀佛，得阿弥陀佛的保佑啊！啊，这一边希望阿弥陀佛保佑，那一边还希望找别的帮助。啊，阿弥陀佛帮不上忙。你的念头太乱了，太杂了，啊，跟佛不能去感应，啊，跟谁去感应？跟魔王、妖魔鬼怪去感应。这个事情就麻烦了，啊，所以开导群生要用《维摩经》上的精神，知道诸佛国土即众生空，但是怎么样呢？常修净土，教化众生。啊，用什么教化众生呢？用净土。
净土法门讲得清楚，讲得透彻。下手容易啊，成功殊胜。一生成佛，闲公老和尚的表法对于净宗是大有帮助。我提醒同学们，我自己是这样做，我把他这篇观点，把他这篇文字，这个文字有一个年轻的居士重新写了一篇，写得很好。那我们将来印出来成为一个定本，把这个东西当作无量寿经看待，认真学习。光碟一天看三遍容易，一天念一万声佛号不难啊。一年根就扎稳了，往生就有把握了。如果还有寿命，我不要了，求阿弥陀佛来带我走，能不能做得到？难。如果有慈悲心，发愿像老和尚一样表法，你寿命到了，阿弥陀佛会把你寿命延长。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多受几年苦，多度一些众生，都不是难事啊！这都叫开导群生。下面这一段，第三小段，课题：无住实际。请看经文，化现其身，犹如电光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他举《唯识论》第十卷里面所说的神力难思，故能化现了。化是化身，化身如来，诸常寂光，十报土的化身大士能干，跟他起感应道交，所以化身如来在十报土现报身佛，帮助他们。那么住在报土里面这些菩萨，化身菩萨，他们有智慧，有神通，能在
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，六道里头现应身化身，这是神通的力量，不可思议，能同时现、同处现，也能同时异处现，不在一处。一切诸佛刹土里都现。也有能力参加诸佛的法会，到诸佛刹土听佛讲经说法，供佛供众，所以佛慧双修啊。诸大师为度众生，化作种种身形，行动之速似闪电光，实际上比闪电快多了。闪电已经太慢了，赶不上了，它比闪电不知道要快多少倍。为什么？只要真的发生，居力没有了，空间没有了，空间没有了，远近就没有了。没有远近，释放者都在哪里？就在现前。时间没有，没有先后，无量界前也在面前，无量界之后将来还在面前，通通看到了。所以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有缘众生都可以同时普度。那这些菩萨，这极乐世界菩萨，他们是不是天天在做？是的，没休息过。那为什么众生还这么多呢？还在受苦受难？不是佛菩萨不度他，是他的语言不成熟。这个时候要给他讲佛法，他排斥，他不能接受我。这就是佛度有缘人。什么是有缘？相信的人，能理解的人，能依教奉行的人，就得度了。能相信，能理解是有缘，未必能得度。能依教修行的人，这叫根熟众生，他必定得度。有信有解不能做到，跟佛法有缘不成熟，还没有到得度的时候。那什么时候得度呢？完全在他自己，众生做主，与佛菩萨不相干。众生真正能做得了主，快。
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这个心坚定了啊，很快问题解决了啊，所以他们化作种种身心，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是把身形分为三十二类，每一类里头都无量无边，那行动之快超过山天，那所以菩萨能于一念之前，这一念就太时间太短了啊，一念是2100兆分之一秒，一秒钟已经超过2000兆次的生灭，你就晓得它比闪电还快。普智是佛国土啊，普同时普遍就到了，上供下土，对佛供养佛，对下面对有缘的众生是来度他，平等普照啊，业无优劣亲疏，物无彼此之分。为什么没有起心动念？这个要知道，化身菩萨没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没有真的发生啊，他是十法界里面三乘菩萨，没有出十法界，见性就出十法界了，出十法界才有这个能力啊，不出十法界他没有办法离开娑婆世界，他的神通道力是在这个大千世界之内不能超越啊，极乐世界菩萨不一样，他们能超越，因为他们全是阿惟越致菩萨，没有达到阿惟越致的程度，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，48愿神通道力的加持，这个加持管用啊，如同自己证得的一样，啊，所以这个几句我们平常要练功啊，练什么？平等普照，平等是真心，要用平等心去对待一切众生啊，所以下面两句就是平等具体的表现，怎样平等？没有优劣亲疏，平等的；没有物我彼此，这平等的啊，这平等普照，就是我们平常讲的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真心是平等的，妄心就是有选择的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啊，没有分别。没有执着啊，慧疏曰电光有四翼啊，闪电佛在经上常
常常用电光来做比喻。啊，这四个意思，第一个，快速，速记，快速。第二个呢，破案，虽然很短暂的这一闪，啊，但是在这一闪当中啊，是没有黑暗，是光明的。这个意思很深。一念闪光，我们能不能见到？见不到。那为什么它太快了？我们的眼根、眼识反应很慢，跟不上它的速度，所以它一闪，我们完全没有知觉。啊，闪电的光我们能看到，那它的闪电的光大概是一秒钟，1/1秒，啊，50/1秒，25/1秒，那就跟过去电视放映机的这个程度。24/1秒，我们能看见，只看到光，光里头有什么东西看不到。24/1秒，现在我们用电视机，是1/1秒，啊，一秒钟，它的频率是100次。就是闪光100次，我们看出不出它的闪光，看它讲非常稳定，其实它不稳定。那是我们眼睛跟不上它的速度，看起来好像很稳定。啊，第三个意思呢，不住，就它是生灭的，前年灭，后年生，它不住。啊，尤其是2000兆分之1秒，一秒钟，它的频率。2000兆次，不住啊！啊，第四个意思无分别，真的没有分别，分别来不及了。下面说，菩萨一念一识，啊，一念。就是一时，一时就是一念。如果要把它分开来讲，一念是空间，一时是时间。普知十方世界，上供养诸佛，下利益众生。
无有出入，前后相如电所及。他有没有出入相前后呢？有，太快了。那么这桩事情是现代科学所研究的命题，那么现在最新的仪器可以能捕捉到1000兆分之一秒，在这个仪器里观察的时候清清楚楚看到它生命1000兆分之一，那佛经上告诉我们，弥勒菩萨是一弹指32亿8000年，8000乘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。一弹指，那一秒钟能弹几次？人家告诉我的7次，经上也常常说7是个圆满数字，那叫乘7。3期，2100兆啊，一秒钟啊。生灭2100兆次，所以我们的6根、6识全跟不上，就在眼前，没离开我们，我们完全不知道。菩萨，你看。一念一时，所以经教上有说，就在当下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意思很深的。在长吉光的发生大事没话说，为什么？他们没有物质的身体，也没有精神的心理，它是光，叫长吉光。长，它不是生灭法，这叫长，生灭无常。它有常，它不生不灭。即它清净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染污，也没有动摇。光平等遍照，哪个地方众生有感，他就哪里现象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楞严上说的，说得好。这是说他们有这个能力。报徒的菩萨，极乐世界四徒，我们可以说都是弥陀的报徒。
啊，十报图是自然有的，心现心生，方便图同居图是阿弥陀佛的预言力，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，出现的，所以他也是发心图，也是发心身。那么他所起的作用，跟十报图的菩萨没有两样。啊，我们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，这才下定决心，只有往生极乐世界，我们才会真正快速成就。要不走这条路子，走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，真的要无量劫。啊，那么走极乐世界是把无量劫变成缩短了，大幅度的把它缩短了，一念成就了。啊，我们再往下看，上供诸佛，下利益众生，无有出入前后相，如地所及。菩萨能照诸佛慧，能破众生案，如地破案。这是说极乐世界菩萨有这样的神通道理。啊，下面又跟我们说，菩萨能化无量身，应现微尘刹，无有住处，无有真迹，如电击空中，无所从。从来去无定极，菩萨平等，无有先慈后彼等分别心，如电光照物，无彼此先后分别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这个几句我们留在下一堂课再学习。